火爆喉啊！我都系配盾近身拳击嘅啫，伤心其他我都唔知道可以配咩，都系地震岩石嘅啫。我又系啲典型繁重，不过好过头先嗰队，头先嗰队真系烦到咧。天气水再加呢个草降，基本上系差唔多无敌一半咁滞，除非你自己都有盾重啦。呢、這个阵。嗯，哎呀，启步李月龙，会打死我咧？李月龙，佢唔会特攻嘅，我谂。哇，龙武喎，大镬啦，要计数啦，八一。哇，好麻烦喎呢度，我都计唔到啊，真系直接打落去算啦。杀咗佢 ！Oh my god！ 若龙门将未必死喎，可以顶到嘅，应该哦顶唔到啦。最衰个死人威吓。嗯，睇下先，若龙门启步龙啦。得啦，哇！你咁样真系摆到明白俾我听，你要用过圣兵嘅啫，仲系南瓜，系咪串紧我先依家？嗯，个圣兵啊，唔得，冇得走。系啦，成队都走唔到啊！成队都系怕佢嘅，除咗火虫之外，但系火虫都会俾雷打。嗯，佢仲有只火虫后面同埋吉利蛋啊！三权分立，唉，死神冠，我最憎嘅嘢出咗嚟啦，乌蝇死神冠，啊，仲要笠，仲要头盔啲咩条友，嗯，开个剑舞先，啊。扁佢，死啩！哦，好嘢，咁就破咗佢个防啦。然之后两只，一只一定系出火系佢，一定系火系嗰只佛佛达摩，火达摩80%，出场几率80%，吉利蛋就未必会出嘅，我谂。做咩未出啊？佢仲有只咩喺度啊？唔记得啦，仲有只啊，忽忽忽忽嘅话都系大火推嘅啫。如果系大火推嘅话，我俾埋佢啦呢只，我俾佢啦呢只冇所谓。有岩石技，俾你。火焰拳。我变咗木乃伊佢，变咗木乃伊。嗯，火焰拳啊？咦，个围巾嚟喎？佢应该围巾或者应该系头巾啊？据估计应该系头巾啊。既然系咁，等一阵我睇下先。
但魔法九啊，应该系围巾，好大机会围巾啊！我呢度用嘅神通力啦，吓、啊。边个做木乃伊啊？系啊，边个做木乃伊？应该系头巾，九十五，头巾。我要换走喎、啊！哦，死啦，更鬼死啦，拜拜。就三只，其实我输嘅几率好大啊！我已经冇乜工种啦。我冇乜工种啊，呢度一定要走啦。佢都 check 紧图鉴啊，可能系啊，以为我用地面系啊，输啦呢度，我冇乜工打，唔怪记得咗佢呢只咁嘅嘢。总之用火箭帽先啦，加特工然后，唉。速轉吉利達準備出現，好難喎、啊，好難特登速轉啊！頭砸地球，哇！燒傷佢，有料到啊！我仲有得打喺度，呢度燒多下，跟住食蛋再燒，走喺度，本身諗住輸啊！你哋又～咦，咪先，我念力土啊，系啊，我念力土冇问题啦。俾你啊，好嘢嘅呢个。哇，顶你學習装置，你带啲咩上战场啊？究竟學習装置都够胆死嘅，真系咧。學習装置你都带上场，但系跟住我呢度照。不如用 大地之力得啦。嗯，学习装置你都带上场喎、啊，老友。啊，只要慢慢打死就得啦呢度。只要佢一换佢就死，佢唔换佢都要死。即刻嚟弹，即刻嚟弹换嘅话咧，啊，其余两只死。嗯。如果佢唔换咧，佢嘅鸡蛋要死啊！呢度，因为毒唔死我嘅，暂时啊毒唔死我，但系后面我唔够快，后面嗰两只都真心都未必够打，其实 A 翻去啦噃，喂，佢真系好冒险下我都，佢咁冒险咩？不过都啱唔啱咧？呢、這个其实都唔系好啱呢个做法。怎会咁样换走噶？睇下先，佢呢度净系用生蛋啊，咁样。咁样嘅话，神通力啊！哇，头砸掉！哇，佢真系好好搏命啊！佢完全唔谂住咩喎，完全唔谂住防喎，用头砸地球喎。睇下先，如果系咁嘅话，呢度我用崇明特工，我呢用蝶帽用头砸地球会死，用蝶帽跟住再蝶帽头砸地球五十三十一三十一毒死，一定要用几啦？嗯。但系呢只打唔死啊！如果佢系围巾嘅话，我就输啦。如果围巾嘅话会输，唔系围巾嘅话都仲有得赢嘅可能。诶、欸，但唔系喎，我都慢过佢喎。我只猪，哇，咁都杀得死，爆击啊！冇爆击，又加特工，哇，咁都赢呢场，本身系咪输紧噶啦中途？哇！真系赢好彩喎！哎呀，
冇啦，冇得打啦。我啲果全部分解晒啊！